今天要来带大家直击的一个品牌，是一个英国的品牌，而且是敏感肌适用。之前啊，在台湾都买不到，不过今年开始在各大药妆通路都已经可以找到了。而且听说一上市就造成大缺货，哎，还特别从欧洲空运来补货。是什么牌子这么厉害啊？现代环境越来越复杂，很多人都有敏感肌的问题，而 Simple 可以说是专为敏感肌而生的保养系列哦，像卸妆、洗脸、保养都有。虽然身在开价，成分却媲美医美等级哦，因为有专柜级的保湿成分，可以将肌肤角蛋白和水分紧紧抓住。接下来是这一款长效保湿精华，很水润哎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实地做个小测试看看吧。我们今天有准备了肌肤检测仪，那就以我的左右手来做比对，看看使用前后到底有差多少。还有很多系列商品等你们来亲身体验哦。那我去清空购物车啦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